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克文，欢迎收看《战舰世界》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文文的视频，那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发布精彩的《战舰世界》的视频了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坑，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的末日孤舰提供非常精彩一局。提尔比兹的战斗，想要投稿的朋友呢，我们左下方有文文的投稿邮箱，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、战舰截图一并发到文文的投稿邮箱，那就可以了。那么文文呢，每周四啊周五晚上7点开始，周六周日下午2点开始呢，都会在熊猫直播为大家啊呈现精彩的直播内容。那么想要代练的呢，可以扫左侧的二维码联系我们家的旺旺客服，也可以在文文群里面联系那个我们的群管理都是可以的，或者在那个旺旺搜索 DK 文文。那同样你可以搜到代练店以外呢，你还能搜索到 DK 文文万事屋，那有文文限量定制版的手机壳，还有精美的手工战舰。那么这些战舰的话，全部都是通过那个手工打造，不是说你一般说，哎，我买个模型玩具帮你拼完我就发给你，那肯定不叫玩具，对吧？那肯定不叫纯手工的，绝对是记住我们买了个压滑，屌的不行，放在家里作为镇山之宝。虽然说这个版本觉得压滑是蛮脆的，但这艘船还是非常非常的帅气，信仰满分。今天的话，提尔比兹可以看到他进的是9级房，那两边各有两艘压滑，还有那个星盾。那对于提尔比兹来说的话，他相对来说他的一个防空能力会比较差一点的，这个星盾要稍微当心点。巡洋的话各有一艘9级，其他等级差不多。那这里的话也来了一艘约克，但约克的话就一直船头啊，这种小范围船头，然后提子的精度的话有时候会砸的，对吧？不是很爽，这个有时候就要看脸了。但他现在转过来有没有人品，哎，吃了一发啊，半伤3828，这还可以啊。让文文来打的话，有可能这一发上去就直接跨射，你敢信啊？还能中一发，我觉得不错了。哇，这个约克难打，这个约克难打。那正好山后的话，现在直接是消点了。那看这约克怎么转。基辅的话在烟雾当中，那谁能点亮这个约克呢？那是旁边那个最上吗？应该是最上吧。航母飞机都没有来，但还好我们的那个星盾的话有两艘战斗机在保护队友。这的话是克罗拉多，还是打约克呢？我们来看看，还是要瞄约克，但约克现在看不到，他应该是有减速。挡在山后面，哇，我们的巡洋开始被压滑北卡来集火了，但是约克转回去了，约克船头还在我们这边，我们还要加速走。但是现在是，哇，对面的航母那个星准备来撕吗？哦，我们家航母直接是等着防撕。这里的话，兄弟跨山跨不过去啊，有那个图标真的是跨不过去，他想卡住山来打，但是的话我们家的基辅一直在搞他。哎，恰巴耶夫小碎皮来一轮，哇，我们的米哈伊尔估计是要跪了。哦，这个恰巴耶夫减速了，会玩会玩会玩。现在玩加减速的人好多好多的。啊，现在，哎，这里有个什么防雷小沙滩吗？对吧？南沙群岛也差不多这么大，南海是我们的。看看对面这个恰巴耶夫，速度并不快。那因为现在尤其玩德战，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鱼雷来看。对吧，他到底是想加速还是想减速，这个看起来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用的。哇，恰巴耶夫速度很慢，船头一轮好大，两发核心，呜哟，27000，屌屌屌屌屌。其实米哈伊尔的话我建议大家，因为他射程够远，有时候的话不要等被亮了打残不行了再拉烟减速，那有时候很容易被敌人盲射啊这种。哎，他开始外切了。那么有时候呢，就是说还没亮的时候就赶紧停船，对吧？到时候一波烟起来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用的。哦，压滑，感觉哎，一二号炮塔又内切回来了。哇，打船头，压滑船头关键是脆啊，很容易打半上区。左边还有一个16公里的提尔比兹一路在往前，现在他们这个战列的交叉火力会有点强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压滑秒了。压滑速度很慢，哎，是在提速吗？我们看一下压滑应该是把速度加起来了，看看有没有核心区。16公里，哇，打半伤6900多，那他把速度加起来了，这是有加速。左边还有个提尔比兹，看如果说这一轮能出一发核心把压滑打死的话，这个就可以。哎，7000多了，血量并不多，压滑的话速度又减下来了，这个看上去速度并不是很快。对，我们提前量稍微小一点。左边还有一个12公里的提尔比兹，虽然是没有来看我们。哦，果然这个压滑减速，但是压滑下方，哇、哦，核心区没出，再搞一轮吗？左边还有个提子，要这里如果再上的话，
北卡旁边的科罗拉多提尔匹兹会有个包夹的火力，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退一下，对吧？打一轮直接往后闪，压滑，来来来，哎，还考虑打北卡吗？打北卡，打北卡也可以啊。那么就多打一点伤害，压滑船头转过来的确是很难瞄。17公里北卡大侧身，哎，他转了，有核心区了，哇，这个核心区没打中，哇，惨惨惨惨惨！如果说是打中水线的话，直接啊，北卡那切肯定是有核心区的。这里转回来，那么那边的话，巴尔的摩冲的是太猛了，尤其是没有鱼雷的，巡洋啊，不建议大家是冲的那么猛，你基本上跟在战列后面打打，如果敌人一直不回头，你就要想办法拖到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这家队友战力还在上的话，你尽可能的输出，因为他会扛很多的伤害，那你要保证他即将死的时候你要赶紧是脱离啊，这个就是最好打的了。压滑，哦，这个侧身，这个侧身，等一下，对，打上层建筑，这个压滑想要站点是难，但我们家的这个 TRP 想要站点也是难，我们压滑来了，该你说拜拜。哇，1400多，你敢信啊？没死，没死，个人头又没了。我们家丫鬟也是冲得非常的生猛，应该是和他们家丫鬟应该互换了吧，秒一个这个炮弹过来，哎，我们家丫鬟已经死了，呼呼呼。那么这样的话是点拿不下，其实驱逐舰啊，我们家驱逐机斧的话，如果说像文文我玩那个像哈巴同样十级防对吧，性质差不多， A 点拿不下就走，站 B 点站 C 点其实都可以啊，或者他在 A 点那边拖那也是行的。现在的话敌人还比我们是多两艘船，这个卡拉多一轮砸上去，哎，并不是很疼，继续再搞。小科拉多，19公里那边还有个北卡，可能是要直接撞山了吧，对吧？北卡侧面，哇，这个大侧面直接撞山，他还是在打科拉多，可能是没有看到北卡这里也是消点了。那这科拉多打死那个北卡也能收掉，不能让这两个人跑了。A 点那边是在完全的一个抱团，所以说是很难打。哎。中了一发半伤，1000多，哇，打中了，但是好像是那个配件那个部件血量很少，哎，克拉多转出来了，继续上。这里的话就说你要转转停停上上，对吧？别人不打你没关系，但是一定要跟着队友去上。哇，我觉得瞄的有点低，哎，这个好像是瞄到水线下面了吧，它是甩炮，对吧？我觉得前面应该是稍微瞄高一点点的。哇，这个小港湾有点脏啊，才中了两发，船头1160，船尾1160，这个小好玩有一点脏啊。如果说啊，其实开过来也没什么大用处啊，讲道理啊，开过来也没什么大用处，对，现在瞄高一点，瞄高一点这个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把提前量多瞄一点，克拉多出来还在往前冲，那这个问题也不大，我们可以说是打打北卡，克拉多出来以后再打克拉多。北卡好大一发核心，你看到那个提尔比这个穿身的时候就够了，像沙恩的话283真的是会有一点尴尬。那么虽然说比巡洋要粗，对吧？人家203他283多80毫米，但是穿身完全不够，但是这样的话提尔匹兹这个就完全可以了。来，再来一发核心吗？北卡这的话在后退啊，赶紧要把北卡打，我们现在的话分数大概是差100多分。哦哟，哇，别人家的旗帜啊，四发核心啊，文文就没出过啊，你敢信啊？但可惜啊，这句话人头啊稍微少一点，这个有点可惜。克拉多一直躲在后面，那么旁边的话还有一艘13公里的最上，他可以先拖刀打，对吧？如果说其实这个最上这克拉多能不打也可以不用管他，对吧？旁边还有一个最上可以打，对，你可以看他这个小细节的话，就是炮塔对着右边准备转过去来一个骑射，因为有时候如果说像打战列的话，你可以有炮就先打炮，打巡洋这种的话，有时候不要惊动他，他以为你没在打他的时候，尽量不要，就是尽量是等一轮骑射，看能不能把他带走。对，来了来了，人品就是这一轮核心区好大，该你说拜拜，两发核心直接是把他带走了。那现在我们B 点拿不下来，对面还有一个伊阿华罗恩队友，这里的话肌肤血量不多，爱当这边18公里也难打，可以说如果说能把他们驱逐弄死啊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，想办法先把爱当秒了，爱当的话应该基本要拉到15格，看他会不会外切啊，还是秒的偏高的，因为毕竟8000多啊。那么如果说是三发半伤上层建筑的话，就应该是会打得很爽很爽了。来了，哎，他内切，哇，两发2300多，两个过穿，
大家看看过川怎么看，右边有座指示对吧，你把鼠标移过去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就是命中目标，第二个是 HE 打上去的未击穿，第三个就是一个过度击穿，第四个就是跳弹，一般都是这样分的。那如果说是自己玩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，它会很明显的就在那边，哎，一发该你所败败，呼呼呼，哇，一发核心啊，为什么我玩梯子就没这种啊。那对面还有一个罗恩，还有一个伊阿华，克罗拉多死了，基福现在其实最头疼的就是马汉，然后呢还有那个星盾，但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先不管，先打巡洋吧，把巡洋打残吧。伊阿华的话其实真的脏的应该是对面的罗恩，如果说他拖拖刀啊打你啊，伤害其实很高很高。伊阿华的话问题不大。哦哟，航母来针对了，航母来针对了，飞机看能不能多打一下。哇，这个罗，哦哟，没炸到，运气好。但是后面还有，我们家航母是有战斗机的，开玩笑。那战斗机还没出来，争取能赶到那个鱼雷机过来的时候，对吧？航母飞机可以，马汉在倒船，他应该是倒出了烟雾，那可能一会儿他就会消点了。这一轮炮弹看能不能把它收走，这就是个机会，好大，漂亮，三发过穿，该你所拜拜。那他这边显示就是过度击穿，对吧？但是打驱逐过度击穿会比较多，但是的话虽然是过度击穿，但打他有时候伤害还是会比较高。这的话就转头过去了，跟着我们的伊阿华爸爸一路往前杀了。对面的伊阿华应该是有烟雾在挡住，哎，后面一个尸体是什么？没有，我看到罗恩后面有一个船的阴影在那边，但不显示名字。咦，奇了怪了，罗恩船头，哇！其实德巡的话，船头就不是很硬啊，德巡船头就并不是很硬。看现在对面的伊阿华一直是在打，哦，往这边开了，哇，一万三，疼，他应该是还是躲在烟雾当中啊。这的话就继续集火，对吧？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是比较好打的，看能不能集火把罗恩打死。把罗恩打死的话就很好了，来，哦，5000多啊，只要能命中啊，来几发是几发。对面13公里的伊阿华，如果说我们把罗恩弄死，可以说是去突脸他们家的伊阿华，但是我们家的伊阿华因为为了要骑射罗恩啊，其实摆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角度给对面的伊阿华，一轮就被打残。如果他船头往伊阿华那个方向打罗恩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好打的。而且对面罗恩的话已经适当的开始把速度减下来了，我们家伊阿华，哎，下一轮就要死了，苦啊，兄弟你不要死啊，再扛一轮是一轮啊。好，对面的伊阿华一轮炮弹过来了，我们家伊阿华 GG 了啊，这个很明显，这个侧面会打得很明显，看能把这个罗恩带走吗？罗恩，哇，半伤，兄弟只要半伤，要求不高，船头该你所拜拜，好样的。那这样打死的话 ，EV 单挑我们就不是很慌了，对吧？单挑伊阿华虽然说等级高，但是哈，哥有鱼雷，有鱼雷就行。哦，这里存管不要急着交，两处着火，四个大宝剑，这个啊存管也能交，存管也可以交。那如果问我的话，我不考虑先交存管，为什么？因为对面的伊阿华到时候打起来也会有浮炮，也会有点火，这个就会很伤了。看能不能穿他核心区。好的，穿了一发29000，但是我们这里要把船头转回来，这种距离的话伊阿华打我们半伤区也是会非常非常疼，你看又着了吗？而且因为我们有大宝剑在，所以是完全不着急。哦，伊阿华大侧面，这个侧面，哦，他想要骑射，一轮打过来中了一发4455，哎，半来了，有没有干你？哦，有两发核心没死，但最后面的航母又顶上来了，两波轰炸机，哇，哎，因为对面压华在啊，所以说我们战斗机估计咬起来不是很好咬。哇，大宝剑在继续顶伤害，这的话看能不能雷一波压华，已经是23万8的伤害了。哇，打下去的话24万26万再打死航母的话可以30几万，哦，30几万，跳去自己改姓。先扔一波雷，再打一轮过去。对，伊阿华这样子转的话，他想要转头过来啊。现在的话，他要绕一个很大的侧面才能打得过来，要不然他只有尾炮，尾炮的话伤害就并不是很高了。因为跳比兹有鱼雷啊，就是说伊阿华肯定是怂啊。而且左边的话还有航母，这的话马上装填完了，不要转侧身，
对，回舵往他那边转，亚华可能要吃雷，不吃雷的话我们一轮炮也可以了，抬高一点，好的，6000多，该你说拜拜。哦哟，没死，但副炮显神威，还有把他点了一处火，2600多，左边还有个9公里的那个金德想要来撞我们吗？哦，我们家航母还好是战斗机啊，哇，2000多，坏了一门炮，哦，还在狗斗中，哦，这里应该是把航母点着了吗？没有，是把亚华点着了，装填速度快，装填速度快，亚华炮弹没转过来，在他们转过来之前，跟你说拜拜。哦，又来了一门炮，哎，打水里了，好样的，这个就好打了。我们转炮塔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左侧有鱼雷，雷一波那个心动啊，这种这个打起来就可以了。哇，五杀海怪现在是268000，那打掉航母的话就是300多万，32万的一个伤害，蹄子32万，你敢信啊？9级房，而且不是8级房，9级房啊。哇，太屌了，太屌！但是右侧啊，右侧鱼雷也装填完了，那这可以是转过来的时候左侧扔一波鱼雷，再转过来右侧再扔一波鱼雷，对吧？这个那个星盾，他难道想要骗核心吗？哇，13000，有鱼雷了！哇，稳！我们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看，哇，爽的要死，对吧？哎，用副炮打他不扔鱼雷吗？哇，兄弟啊，你这样我怎么解说啊？讲道理啊，你应该是扔鱼雷的，哇，又被鱼雷被打烂了。他应该是没有显示用鱼雷吧？哇，但是副炮，他想要玩这个航母吗？这个有点脏啊，这个有点脏。而且对面的分数啊，两个点的话，分数一直很高很高起来，只有说是全歼才能胜利。我们又是一出着火，主炮装填完了，想要绕侧身，瞄他一轮，核心区都把他带走了，兄弟，哇，漂亮，跟你说拜拜，哇，屌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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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屌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伤害的话，110万银币啊，14000的经验，32万的伤害，掉掉掉掉掉掉掉，嚯，这个核心区，哇，16个核心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，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